抢新闻，抢新闻，我就是要来抢新闻。作为党主席的责无旁贷。可以选的职务那么多，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？中心是不能比较的，民调太低的罪名我无法认同。才说挺住却又还住，谁说坚强的主见一定不同？总统宝座是不能让的，你无情的还主角我该怎么说？我希望可以改变我所属的政党。理论何苦为难女人，我们一样都有参选的灵魂。效应民调超高一派伤人，你怎么忍心再给我伤痕？理论何苦为难女人，想选早说我一定不啰嗦。突然还珠实在太捉弄人，逐渐我只能委屈吞下恨。阿里万坦只能在 KTV K 歌吗？你感觉自己很枯手却哭不出来吗？苹果要你啦，改编歌词，争辩时事，吐槽政治，娱乐讽刺。 Come on， 既然你的创意短片一经采用，每则2000，现在就加入我们一起唱抢新闻。